蓝紫吧，紫紫色就是这个图案，蓝紫蓝紫色蓝紫色，它两个颜色的图案都是不一样，可是版型是一模一样。对，他们这一家就是很特别，就是它其实你看到两款式是一样的，可是它的图案是做不一样的。是，所以你喜欢这个图案，你就是可以拿灰色；啊、喜欢这个图案，你就是可以拿紫色。就是很薄哦，唐老鸭，对，很薄。他女朋友叫什么？黛西，黛西，黛西，对，超可爱的，有没有？很薄很薄，然后都是水洗面料，超级薄。来，价钱，这可以当睡衣。640，特价640块，特价640块。那我们量一下胸围，这应该可以到 XL 了。喜欢的赶快79灰加1，79紫加1，赶快线上加了，我们明天要回去了哦。我们明天要回去了，谢谢。谢谢。明天要回去了，赶快线上加了。来，胸宽63，胸宽63，然后长度70，可以穿到 XL 哦。对，薄款真的很薄很薄，美丽之宝。辛苦。是几号？79，谢谢丽颖哦，谢谢你的支持哦。我真的好舒服啊，对它好薄、哦，我觉得可以当睡衣，可以当家居服。然后你在家当家居服，然后跨点鞋跨爱困，然后我可以困，对，当做睡衣。就是它真的好薄，好薄，好舒服，好喜欢哦。它这一家的衣服啊，穿出去 OK。然后在家穿当家居服当睡衣都 OK， 对，穿出去倒个垃圾或者去 Seven 买个东西都不会尴尬，不会让你尴尬的衣服，好不好？来，琪琪弟弟、唐老鸭、黛西，对，然后就是这样子哦。那你们可以一个 set 这样子，然后我们是分开卖，是上衣640哦，陪我们到深夜。会分。pew p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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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w。啊、噗噗噗噗，他们家真的好可爱哦，好可爱啊！而且他们一整家全部都好缤纷哦，在里面就很像在迪士尼里面，有没有觉得？有，超像在迪士尼，很像在环球影城迪士尼里面哎，超可爱，好可爱，都好疗愈、哦。而且他们贴纸也很可爱，都是 Mickey， 对，都是 Mickey， 对，好可爱，对。啊，你这个都，那好了，好了吗？好。啊，喜欢的赶快哦！好，赶快加！好，那我们要 picture， picture， picture。宜君，那么晚了还没睡啊，宜君。宜君呢？后面没有。后面没有，没东西。啊、后面衣服后面没有、啊、来是换裤子哦，来裤子。米老鼠有吗？有啊，他有米老鼠哎、欸。等等等等，我知道你喜欢米老鼠。对，等等会有哦。好，那裤子咯，然后裤子一样，就是它哎，弹性很好哎、欸。嗯，而且它是可以穿到 XL 号的。比方说，七一绿可以帮他先取消吗？什么？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取消，帮你取消。对，信。好，哎、欸，不用长啊，不用，不用量，不用量，这边有、欸，它这里有腰围33，对，然后长度45，腰围33，长度45，好。可是腰围33它有弹性呢、欸欸啊，我们量一下。粗的，我们量是平粗。哦，我们量一下，哦、我们量一下好了，对对对。这就是很小，这，哎、欸，我妈，哦，好。大概53。我觉得XL可以、欸，大概53、啊。这个XL可以哦，33到55可以，对对，XL可以，很舒服。然后裤长多少？裤长55，45，裤长45哦。好，老公出门继续看，好，没问题。老公出门了，现在这么晚出门了，上夜班吗？在等我吗？没有啊。忽然词穷，对，不知道讲什么，给我们停杯呢。对，来，紫色跟灰色，然后都是可以穿到XL号，都是可以穿到XL号哦。所以你们喜欢的可以自己加。啊，都喜欢无袖的后面那件不错、哦，它是新款哎、欸，新款、啊、新款。他刚才有介绍，我想说无袖的怕你们不敢穿。对啊，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等一下也会开卖哦，好吧哈，阿露露。真的有天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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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天
夜班啊，嗯，夜班很辛苦哎、欸。后面无秀要直播，好啊，那等一下会再开麦那一款哦，好不好？啊，因为真的好累了，葵燕没关系，你先去休息，然后可以回放哦，我们这个都可以回放，加到礼拜日。这什么颜色？灰跟蓝。灰紫，灰紫。我也不敢穿纯欣赏，尽量给，所以阿如月可以登去吊色吊吊底烫树来对吗？无买穿，然后吊底烫树，啊不你内底就会当迄落啊，配一件短袖诶，啊不你是配外套安尼，好。来裤子来，裤子可以穿到 XL， 然后一样跟上衣呢一样是水洗面料，然后这里呀、啊、有一个这个英文字，然后上面有一个栗子，栗子的图案，口袋这里哦还有一个，我们在一起琪琪啊，琪弟弟，琪琪弟弟，嘿，一个图案，然后有单边的口袋，嗯，这里也有口袋，腰围很弹哦，可以穿到 XL 号，绝对可以，而且长度也很刚好，不会很尴尬的长度，好不好？它刚好在膝盖上面。刚好在膝上，这样膝上，膝上哦，膝上后方白色，待会看看。好，好，那等等等哦。后方白色哦，嗯、啊，哦，那件吗？好，哦，好哦 ，OK， 好，可以这样子一套一套哦 ，OK。然后那个裤子的话，价格是760。760，好，撑住哦，撑住哦。对，我们台湾已经12点了，不好意思让你们撑到那么晚。裤子版是要订950，就是我们特价，直接特价760，直接特价760，760，特价760，喜欢的赶快线上加一，整套也太便宜。对，然后这边你看到紫色这边有一个图案，这个是它的帽子吧，对不对？唐老鸭的帽子在这边，它的图案在这边，嗯。我觉得它啊，然后它是水洗色哦，它紫色是的话就是水洗色，你们看得出来吗？水洗面料，对，它是水洗面料，所以很好穿，很舒服。好 ，OK， 那我们拍照喽，我们会加快速度，嘿，好，撑住哦，撑住。好，后面。上的话，老高。往前面站一点。OK。美胸，美胸可是要背，要有背，好像没背，你没背吗？好 ，OK， 那我们换下一款了。好，第三，小飞象，你要穿哪个？都可以，小飞象吧。有没有不要长版的？不要长版的。啊，你看到那个一个一个一个这边哦。不要长版的，等一下，不要长版的，是，好像几乎都长版的，好像几乎都长版的。那我先，感觉我先到这里哦，啊，后面有吗？有那件背心有，啊，是到背心吗？你掉呢？我是咱迄种正经公司，咱咧用的是蛮好。对对对，还有钓鱼线，然后钓起来，起来，起来。伊伊鲁米达的是咪咪嗦？是他哪？哇，他料子都好好哦，这很棉。对啊。那个现在，他的伊鲁米达的 name 是什么 ？name A U C。小飞象来了。飞啊，好像是要穿居家服哦。对啊，是不是居家服？对，这就是睡衣，这就是居家服。哦，它弹性低哦。这什么颜色？这腰围弹性超大。这什么颜色？紫色跟蓝色。紫跟蓝。你看哦，我还没穿哦，你看有没有大？已经超出了范围了。那你没穿，我先量。好来。裤子是32。325吧。好棉哦，天哪，这不错，这个我觉得很适合，对，安分点，对，因为我刚过这个就不会，我喜欢就是龙领然后小呢，啊，这个就不会那个，对啊，不会啊，哦，非常好，这个好棒，好，哦，这个真的就是可以当家居服，家居服，猫。来，面料很薄哦，薄棉有没有？你看薄薄的薄棉，可是它也又不太会像那种莱卡面料会贴身体的那一种，它的面料是这样子薄棉薄棉。这是迪士尼专卖店吗？对，阿鲁，对，它这一家全部都是迪士尼的，好可爱哟。来，这是一个 set 哦，短裤一起哦，短裤一起一个 set， 然后短裤的。
棉的，对，它面真的棉的，好想睡觉哦，真的套装居多。那要不要卖个床啊？好，顺便我表演睡觉，对，一套760，这个你们不买要买什么？一套760，一套760，然后你看它的抽绳。假的，对，它是缝在上面的，对，它是假的，我的好底下有，它是假的，抽不了。然后它是缎带，如果不喜欢这个，你们可以把它抽掉，有没有？如果不喜欢缎带，可以抽掉。造型啊，有没有？造型，直接卡没嘛画了。它是上衣加裤子760，对，就是整套啊 ，set over 这书760元，有没有？真的很可爱，然后小飞象，那我们要拍照喽。动动一下。好。有看到我们的两个眼睛吗？我们黑眼圈已经睁不太开了。好。先拉一下才不会有黑眼圈。对啊，这个要去用眼袋了，不用眼袋真的会跟鬼一样。好，两个鬼。我跟阿颖说，特别啊，我等冬天有没有再去做眼袋跟那个什么，真的雀斑。对对对，就是先用眼袋好了，不管了，烦死了，也是要用一用啊。好，快一点，我们就可以休息了。对，也要让你们早一点休息，动作快来吧。动作快，十二点多了。好，台湾12点多了。好。这几号？这套。哎。81。谢谢阿卢。后面。哎，我在讲话。后面没有。我讲话。再看一下。没有，再重看一下。好。刚才那张删掉，因为我讲话。好。来，后面沾一点。没有。往前面沾一点。啊，后面要拍啥？看看后面有啥？没有啊。好。好。耶，孟君呢？精神支持。哦，对啦，谢谢。哦，你好贴心哦，他文档也真正辛苦了，漂亮，对呀，他很漂亮，他皮肤好好。对，然后我就是今天，好辛苦，真努力，一波。哦，谢谢，好漂亮哦。那个皮肤，他都擦那个啥，他都擦什么？完全就是靠化妆。真的吗？用什么化妆啊？可是为什么我们也有化妆啊？什么没有办法像这样？为什么像化妆品？可以介绍一下他用的化妆品吗？怎么好成这样啊？对啊。Oh my god！ 对，阿玲啊，好，我拿照片给老板看吗？好，我拿照片给老板看。这是他传给我的，他们有吗？哇塞，我看一下，等我。阿如蛋姐哦。哦哦。OK， 好，我看好，有没有薄一点的？我那也薄的话就是。我那有这个吗？就不知道。我知道有像类似这一种吗？有类似像这一种。Also， 阿如，伊讲无。其他的话。阿如，伊讲 Also， 哎呦。没有。啊，然后那个李宁这一套的话，那个尺寸你帮我报一下。来，我这一套的话呢，它胸宽57，然后衣长69，那这个短裤，然后它的腰围呢是32到58，臀围53，这不是刚那个吗？37一样的啊。然后这样一套的话，啊、一套的话就是760。一套就是760元，这个很推荐你们买哦，就是可以当居家衣服，或是睡衣都可以穿，或是你今天出国啊，就是我觉得带这种比较简单，飞机装，对，然后因为它很轻，飞机轻，乖乖，有点奇怪，有，然后就是反正就是你们出国就是不用带太重的东西，然后像这种衣服就很轻，整件都非常轻，带这个出国就对了，对，不是，莫德纳嘞，来啊。后来真的很好看啊！你们喜欢的话就自己加，好不好？小飞象哦。对。
来，再来是我的，绿色猎彩。来，再来是我的这个，这是什么图案？高飞狗、唐老鸭、布鲁托、米奇、，Yes， 好薄哦。好薄好薄、okay. 然后呢它底色是它有三个颜色，然后我这个紫色耶，绿色，对，紫色绿色，你的中文好好，有给绿色条纹、那个领口是配绿色，我、你的中文很棒耶，你的中文好棒哦，对啊，中文好厉害耶，原来是这样，然后裤子呢就是配我们刚刚的那个套装的裤子，我爱这里面啊，怎么讲，裤子就是我们配我们刚刚的那个套装，那个套装的裤子哦，是不是你们快没电都会断断续续？哎，可是我们有充电了呢。阿德，你是说直播断断续续吗？我们有充电了呢。应该是。会不会顺？现在会吗？现在会吗？现在会吗？好，来我的上衣，我这件。好可爱哦！好好看哦。我喜欢条纹。那个，我这整个衣服都条纹哎，你洗朋友看得下，这件是640，640而已哦，好便宜哦，赶快加，拜托赶快加，好便宜哦。第三个颜色什么颜色？第三个颜色是粉红啊，粉还是红，又很像橘，红橘，灰色红，红还红，朱红，朱红，橘红，嗯，红色，红色。就是红，我这样看起来像红蓝跟绿，红蓝绿，红蓝，红蓝绿，绿，红蓝绿，红蓝绿，红蓝绿，我的是蓝，它是绿，绿，红，蓝，绿，对，来640块给您就好，640块，我真正，每当穿到差的咯，然后它的胸宽60，然后长度70，胸60，长70，真的很可爱，真的好可爱哦，这真的很可爱，这个没有买，你们到底要买什么？买这个买，这一件真的很可爱，这个真的才640而已。这个买，这个颜色超美。你有可能，等一下，你有可能哦，你会抽到免单，免不是免费一件衣服免，对，免费。你刚刚在歪牌如果有买到最贵的，我跟你说，你有可能那一件我们就是启动送你穿，是非常好。启动今天就送我一个袋子啦，对不对？对啊，启动好棒，开始又胡言乱语了。启动棒棒，对我们老板最好了，对不对？哪一个聊？少来啊，不要拍马屁，少来，不会多钱。启动棒棒，对啊，好 ，OK， 他只就是少了一个女朋友而已啦。好，8263，好，63，帮你删 ，OK， 没问题，帮你删掉 ，OK。好，那我们拍照 ，Picture， 好 ，Picture， 我头给我做不赢，其实有尺寸表也大哎，好，不会好了，我穿的是 blue。底色是紫色，对，然后绿色的条纹，这个颜色很好看，然后领口是配绿色的。阿鲁，你刚一米老鼠诶，这书你也塞背阿鲁。你想我？1、2、3，他们有东西吗？没有。好，好哦，我穿的是 blue。然后那个尺寸我报一下哦，胸宽64，衣长66，后76。报完了，好，因为它有尺寸表。对，报完了。带小工你搞成小牛，跟他辛苦的。哎、欸，可是就照一样的吗？差不多啊，差不多啊，对啊，差不多。好啊、对，好，帮你改82蓝 ，OK， 没问题，没问题啊。它其实也没有蓝嘞、欸，它是底色是紫色，对，可是它的条纹是蓝，条纹是绿色、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要写蓝色。为什么要写蓝色啊？它哪里有蓝啊？可是远远看可能很像蓝啊，这样远远看很像蓝色、啊。对啊，它没有蓝啊，为什么会写蓝啊？对啊，你们就打蓝色哦。其实它底色是紫色，然后绿色的条纹
是绿色，然后跟它的领口是这样子有配色。阿玲的是绿，对，对绿绿绿，然后绿色是配什么色？加 Y 加嘎比耶，绿色配嘎比耶，咖啡色，很可爱，好看啊，真的。这它配色真的很可爱，这个是绿，这是绿，绿色配咖啡色的那个滚边。我觉得它颜色配的真的很厉害，重点是它的面料挑得非常的好。裤子吗？好，裤子这样子，就是刚才我们穿的那一件啊。刚好你这样配，哎呦，好啊。刚才是我们裤子，就是刚才那是紫色的吗？对，就刚刚那个紫。对，刚刚套装的紫，然后还有杏，只是说杏色我们没有开卖啊。对啦，杏色我只是配衣服而已。对，那、啊、如果要杏色的话，你们也可以，就是怎么弄啊？我也不知道，截图私讯好了，截图私讯好了，对，这样才不用再开一个标。对对对，好，来再来这一款，聪明的，哇，好亮哦，荧光色，帮你配杏色的裤子。好了，我是荧光人哦，哎，还没拍照，拍了，拍了，还没拍了，拍了，拍了，衣服拍了，拍了吗？你干嘛？不是两件吗？里面？我你不让你给呀？里面的是很干净，这是那个一套的，一套。它都有这个白呀、啊，长裤，没有，它都有这种迪士尼的牌子，然后有雷射商标，有雷射商标，有雷射的商标。然后你看它绿色啊，它的条纹是咖啡色，所以它是有配到的，对蓝。有没有它咖啡色，然后它条纹也是咖啡色，底色是绿色的，很好看。它的条纹其实都有配色啦，绿条配绿绿领口，绿条配绿领口。这个是蓝绿黑，拜拜。你怎么穿什么？穿什么？我不是什么？感觉好舒服，超美啊！我也好想买。可以买一件当那个。好，再来是我的赏衣，来，黄色的是小灰象，灰色的是奇奇弟弟，两个版型是一样的，它的颜色不一样就会用不一样的图。对，它真的很用心哦。关系，对，就是它这个跟这个一样吗？一样吗？六八，对，来胸宽六八，长度七三，胸六八长七三，可以穿到XL，旁边有开叉，旁边有开叉，它其实有点前短后长，一点点而已。我是量七一七六，七一七六，哎，他给我这。蛮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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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先这样，继续继续，对对对，七差不多啦，有一点七三七一，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然后我的面料是有点花灰色，白灰白灰的，来这个颜色要用灰，然后还有一个黄黄，灰黄灰黄色，对，灰色黄色，后面这里还有一个刺绣，这里屁股这边还有一个刺绣，质感真的很棒哦，还有一个刺绣，来阿外刺绣你下面，一个一个栗子，这样啊，好可爱哦，对对对，就是那个，它后面是一个栗子哎，就是松鼠最爱吃的栗子，对呀、啊，阿外他要几上面啊？一样栗子哦，是吗？是栗子吗？是一样是栗子吗？没有啦，是帽子、哦、帽子帽子哦帽子帽 子，然后配。帽子配英文，对，帽子配英文，对，又给一个帽子，又给一个帽子，哦，是这个帽子，对对对，小飞象的帽子，啊，我的是这一个栗子，哦，下去搭配的啦，好用心哦，哦，好可爱哦，好看，买起来，买起来，耶，真的很好看，谢谢桂芬，它颜色真的很美，我的后面背心可以，等一下会介绍哦，它的背心真的很，不是背心。一共背心会介绍，我共背心很美。我一提供好搭你的指甲哦，哎、欸，你的指甲有没有好搭哦？没有，这家不错，以后可以常来，好哦。阿如，我知道你喜欢这可爱的，多吃耶哈！我也觉得这件好可爱、哦，真的很可爱，我觉得它好好看，而且没有开叉，而且你这个可真的可以当家居服的那种面料，它是舒服的。然后你当家居服，有时候你要出去。去 Seven 或倒个垃圾，你穿出去也不会尴尬的衣服。对，完全不会。如果你穿那个蕾丝的，就会尴尬，对啊、你还要换衣服，对不对？对所以很麻烦。对，穿这个最就好了。来，多少钱 ？How much？ 你丢高吗？五百九。哦，五百九。五百九。赶快加起来590，五百九，五百九。来，83黄加一，83。灰加一，对，83黄加一，83灰加一，只要590，好，拍照。
不啰嗦，不啰嗦，不啰嗦。太美了吧！后面要吗？后面要啊，要啊。往前面站一点。前面，哎、欸，他的皮肤真的。对啊。可以告诉我他擦什么东西？好。你妹啊！你妹。哈哈哈哈哈！나도그생각했어지금皮肤你们两个一模一样高，是不是一模一样？嗯，对啊，神奇。对味好奇怪哦，一点都不差，真的，一模一样。真的哦，一点都什么？一点都不差，都一模一样，一样高。然后我们生日还差一天呢、欸，哇，对啊，哇哦，时间有没有很小？非常小，嗯，我们 birthday。差不差一天？对，真是差一天。同年哦，差一天。同年哦，同年，同年啊，差一天。同年，谁的同年？哎，背心先好了，背心很多人在等。红哥，你先问一下这个，那个差不差呀？可以帮我拿这一款的吗？这一款。哦，姐姐就直接拿吗？嗯嗯嗯。哦，好。这个，哦哦，直接拿那个就行。哦，直接拿，直接拿。有这件哦，没，现在加的，现在加的，因为他们是在问背心。好，那借我一件。我帮你，悠悠。哦 ，OK。好棒啊！好棒啊！一忙心灰灰嘞，欧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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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欧巴，撒拉嘿，不是的 ，OK， 是要问的 ，OK， 好，嗯 ，OK，OK， 欧巴，那回去就叫裤子也要播吗？不，没有啊，裤子就上衣就好。好，这属于的够多。皮字母背心，对吗？还是裤子要一起啊？要不然短裤其实总共只有一组哈。你皮字母背心，那我先讲。好，短裤一起哈。好。算了，还有什么款？什么款？27000。哎呦，得当啊！得当啊！来啊！来啊哇，好可爱哦！啊，我感觉阿姨好可爱，我要来韩国吧。无，以后伊要让你去泰国尔。泰国绝对无哈俊。哇，泰国你去啊？不要紧，你去啊？你逐天去嘛，不要紧啊。泰国绝对无。我都唔相信遐嘛有哈俊。对吗？对无？我阿公讲，对啊，你讲说你死敢要看我爸吼？哦，我只能看。你去泰国不要紧，就袂烦恼。泰国拢是一种。泰国也是有帅的，好不好？啊！可是他都是混种的。啊、混哪里？很多外来的品种。就是像菲律宾啊，或是你看有的就是。他得混美国，一定要混菲律宾。就是有份混美国，然后混那个菲律宾，或是混哪里的，就是他们都有阿多瓦的脸。你混哪里的？我混台南的啦，我混奇异果。你们好啦 ，OK， 来，好来、喔，分开卖，还有裤子可以这样一个 set 这样子包，然后颜色呢有灰蓝白，还有这个三个色，对，灰蓝白三个色，对，谢谢，三个颜色，对，아니아니저거이렇게칠칠이这个 ，thank you， 어옷걸이가없어，嗯，好哦，来，好，尺寸来，寸尺。来，尺寸，上衣的话是胸宽54，衣长70。胸宽54，衣长70。思云，这件的话，那个价格，等一下哦，因
为这个是刚刚这个有有、這個、这是临时加的。上面那一件白色啊。好，后面那我你就个白色。等一下啊、哦，阿如等我一下啊、哦，阿如进来啦，今天后面够一排 English 叫啥咪？白，唔知。哦 ，OK， 嗯，哦 ，OK，OK。然后有白，然后我身上的是灰色，然后还有蓝色哦，可以穿到多大？胸宽54，衣长70，应该。XL 可以吧？胸宽50可以、啊，它有弹性，对 ，XL 可以。然后它没有很削肩，它就是比较可短版。对，然后价格是680。680，它有遮到那个副乳哦，有没有？我的蝴蝶看不到，有没有？我两只蝴蝶。蝴蝶，那个蝴蝶，有没有？我两只那个蝴蝶袖有没有？你看，上一次所以都不敢穿这个啊。啊白蓝灰，白蓝灰。对不对？就是，所以我跟你说，它就是可以遮你的手背。你看，它有遮到我的副乳，对不对？所以蝴蝶就没有出来啊，对不对？蝴蝶。啊，我的是什么？你的是金刚芭比。它是金刚芭比，我是健美小姐。我是蝴蝶小姐。我是蝴蝶秀小姐，胡言乱语啊！来呗，好像喝醉酒、哦，真的很像喝醉、欸。晃怎么这样？那边晃来，摇头晃脑。好给 picture 啊！等我一下啦。好，等我一下啦。好了，先宽不耐。白配混啊，白配粉，嗯、白配粉，白配混色。其实嘛，都好看嘞。我刚才在公园走，怎样？我觉得这样穿好好看哦，这样好年轻哦，这好像我的衣服哎、欸，很样，没有混啊，还行，哎，再来穿一组，对啊，这样好好看哈、哦，很像啦啦队，加油加油加油，啦啦队加油，炸裂炸裂，可以开始去削呀，哎，这个其实它削肩，可是它穿起来不削哎、欸，对，真的不削哈、嗯，它露出来，它有把你的蝴蝶，它露出来就这样而已，对，它真的不削，你看瘦瘦的手背，有没有瘦瘦的手背？然后它有点蓝紫色，我觉得它颜色是有点蓝紫色，然后好可爱哟、哦，阿如，白粉很亮，对，阿如，阿里阿斗。两位被停掉，阿如加下去就对了，因为真的很好看。如果不敢穿，吊着看也纯欣赏嘛，对不对？嗯。奇异果加油，不是奇异果。嗯。怡君不是奇异果，我们是奇，不是奇。怡君累了吗？对，怡君是换你累了，是你累还是我累？长睡了，长睡了。奇异果不是奇哦，是妈妈吉利小叮当。奇异果奇。对。啊，这腿好。晚上穿自己看。对，阿伯，你这种给我看，我介意你这种的，阿伯，我给恁看，不要紧，还是你看，你也要看穿内裤嘛，不要紧，我哈翕我穿内裤你看，就是我们不是有卖那个内裤吗？对不对？我可以穿给你看，自己拍给你看就好，纯欣赏啊，那我有粉红色，等一下会开，对，粉红色等一下，裤子等一下会卖哦，裤子等一下会卖，拍照。而且一件只要600多，这样子，好像都可以哦。后面哦，对，后边够 English 哦，后边有一排 English 加，嘿，后边叫一排 English， 往这边站一点哦。好，我一直要被等来。裤子是裤子来，这边黄粉蓝。五样他通讲嘞，哇！你若要看，我会使马赛克给你，我给他两个传。黄粉蓝吗？黄粉蓝，黄粉蓝，对，黄粉蓝。哦，那我们卖这三色，那么多色啊？对，我们这三色就好了，这 set 的喝，安嘞，好多色。来，颜色有黄粉蓝，有黄，有粉。然后有蓝色，有三个颜色，有三个颜色哦。然后这件只要570，我跟你说尺寸我拿给你看。哎，这个棒呢，水哦。我跟你说，一样，我觉得我们现在缺休闲服，哈、哦。对啊。我们真的缺休闲服，这个一样是可以穿到XL。
这一件可以穿到 XL， 可以穿到 XL。아직안나서당可以穿到 XL 号。来哦，然后你看它旁边这边有，你看有绣哦，绣上去的米妮的手，有没有跟米妮的脚？米奇在哦，米奇在后面呢。嗯，要不要再多加一色？我赶紧想，哦，好啊好啊好。来哦，你看。口袋这边有绣米妮的英文字，然后后面呢有米老鼠的头，啊了喂，它就够水啦。然后里面就是那种薄款的毛巾布料，里面是薄款的毛巾布料，超好看。多黑色。对啊，多黑跟。然后它这边前面呢、啊，前面哦，它有做这种皱褶线，有没有？就比较挺一点点，穿起来比较挺，不会说很太素的感觉，有没有？它前面有做一条这个。真的很好看，我在六五百七，五百七，太狂了，好狂哦，狂爆，狂爆了！这种刺绣的，然后这个价格，对啊，你看它刺绣的，然后你看它后面还有米老鼠的头，整个是刺绣上去的，质感真的非常的好，很精致，精致，果粉们，不要睡觉了，来，我去换了黑，如果不敢穿太亮色的话，我们还有多加了黑跟灰。黑色跟灰色，然后你看哦，它这个整个都是刺绣的，然后这个也都是刺绣的，对，换一下吧，来，这个也都是刺绣的，要先拍照再换，好，好，好，如果我去，一定把它全店翻一遍，真的，阿如，我们帮你翻就好了，好了，先拍，然后这里一整排都是刺绣的哦，对，我等一下换的。后面有一个米奇头，往前面站一点，一，等于往前面站一点，一，二，三，好，两个人在拔伞，你可以站着休闲一点啊，就这样啊，对吧、啊？阿伯德，阿内啊，阿内，不然你可以靠着靠着那根钢管这样子，靠着这个，对不对？这什么姿势啊？可以这样子哦，休闲服，休闲服。然后这个背心下面有抽绳哦，两边都有抽绳，要抽不抽都可以。然后抽起来呢，你就是可以这样子给它拉一个弧度出来，然后可以这样子一个 set 这样子包，好不好？一个 set 这样子包。哎，你们是不是都没有看到脚啊？但身体又看到一半哎。对，因为这里比较浅一点。嗯、对。只能翻，因为我们自己去的价钱不一样。嗯，什么意思？还是我镜头往后面拉一点。好，你往后拉一点。BB 券，因为你们自己来买会比较贵啊，因为他们不会卖那种零售的，而且他们会看我们是不是在卖衣服的，嗯，所以他们会就是会问会检查，因为会要配合货运行。对啊，蓝色有长度吗？长度有。这样有这个长度，这样看得到脚吗？这样有哈。只要穿在后没关系啊，就是看到我们的裤子这样就可以了啦。哎、欸，我是刚刚换了口安内的好啊，可以啦，就是套短裤啊。长度，长度，长40，嗯，腰围35，平量35，可是它是可以穿到 XL 号，可以穿到 XL 号哦，它是可以穿到 XL 号的，所以你们就放心的买，好不好？放心的买，都是可以穿到 XL， 嗯，对，是可以穿到 XL 号的哦。然后这个裤子是灰色的，然后你看，灰色一样是刺绣这个，那个黑色的那个Mickey 的英文字母，然后呢，后面是那个 Mickey 的头，超可爱。这个是灰色的，然后你也就是可以这样子配都可以。好，好可爱哦。就是他们家就是比较就是有可爱的，然后布料是那，我觉得他穿起来是有点凉感的感觉。哦，他喜欢童装的长度。哦，那真的差很多。对啦，因为童装比较短。嘿，童装比较短，这是比较长。对对对，童装就比较短。好哦，那你们喜欢的话可以自己加。然后这件的来尺寸是，我刚才有讲腰。胸宽67，衣长74。胸宽67也可以穿2XL 的吧？对，可以。这个男生可以，啊、他说男生可以穿。对啊，男生可以穿哦。那我们先拍照咯。好。好，1、2、3。后面。后面있어요。往前面站一点。
好。티만하면재미가없어요 OK, 还有吗？有。不客气哦，阿卢。还有。它面料好好哦，就是有点。这个吗？它有三款。它有点好像加莱卡的那种面料，哎，冰冰凉凉的没。长版的羊，长版的羊，你们是不是要睡觉了啦？成都啊，네오늘어어뭐어미술만미술없어요오늘뭐없는데없는데蓝色灰色最后一款了哈一到五的不是我们快点补到了呀现在台湾时间一点多哎。那你没有你再给你穿那个，我再穿这件。好，这样快点啊。嗯，谢谢。来，洋装，长洋，两个颜色，两个颜色哦，有灰色跟蓝色，有灰色跟蓝色。OK， 有灰跟蓝。水洗面料哦，水洗面料。然后我跟你说，这件也是可以穿到XL，然后两边都有做口袋，哦、后面一个，后面有开叉、嗯，后面有做开叉，这样看得到吗？啊，看这一件好了，有看得到，看得到哈、哦，它后面呢有做开叉哦，后面有做开叉，超好穿，而且它是凉感的布料，颜色呢就是有这个蓝、水洗蓝跟水洗灰，谢谢水洗蓝跟水洗灰。谢谢这是唐老鸭，这灰色也好好看哦。滚！对啊，照像我的菜。我觉得灰色穿起来很好看哎、欸，灰色。我喜欢灰色，我喜欢灰色。然后灰色是那种仿旧的，有没有？它就这边是印那个旧旧的感觉上去。然后这件只要1080，对不对？1080。这件只要1080。1060还是1080？哦，1060。看一下哦。哪一件啊？这件哦，洋装哦，1060。1060哦，这件上衣只要1060，洋装哎、欸，就直接这样穿一套有没有？真的很好穿。而且它是水洗布嘛。对啊，水洗面料、啊，超便宜哦，真的很便宜哦。喜欢的话帮我打87，带颜色加一。这一件，然后旁边就是有做两边的口袋。你这一款也有吗？然后你看，就是有穿一件那个，看你们要不要？你穿一双袜子，然后一双鞋子，然后下去就很好看了。然后呢，再背一个袋子。有没有再背一个袋子就很好看啦、啊、是不是有没有就是很休闲对啊真的很好看然后可以穿到 XL 可以穿到 XL 号可以穿到 XL 号还是要到我姐要播这个吗 No 谢谢还是要到 到我这款好到你这一款好了就没掉了好来哦好那喜欢的话直接在线上加油，那我要拍照咯。好来，好的，好。好。那往后面推一点。好。对。一、二、三，后面。后面好。往前面站一点。面向我。一。一、二。那你借我一下，一、二、三。好。好。可以。Okay.来最后一最后一款、嗯啊，升天了，来咖啡，来还有一个蓝色，咖啡还有一个蓝色，来这一件呢，它的特色有没有？它前面这里有绣，这是整个是绣在布料上面的，是绣英文字，对，整个绣在布料上，对，然后这里呢，你看呢，它的领口袖口都有这种扫布兵。反折里面也有扫波兵，所以你在反折的时候也是好看的。后面来是像高飞狗，是像、啊、高飞狗还是布鲁托？布鲁托，布鲁托。然后我后面来米奇，咖啡是米奇，对，咖啡是米奇。然后前面呢，它这个是锈蓝色的，跟它的这个颜色是一样的，它撞色撞得很好看。有没有？那我刚刚又去配了一个蓝色的，可以这样一个 set 这样子包，哈、哦，来可以穿到 XL 号，这个男生也可以，这个也蛮大件的。对，来胸。胸66长75哦，你滚长胸66长75，这个可以穿到 XL， 一样是棉哦，薄棉，面料真的很好，面料真的很好。你看到、哦、它布边是蓝色的，你有看过布边是蓝色的吗？请这样吧，来这个编号最后了，来88，
最好了，有没有？这个结束的那个尾数真的棒，八八八，对，这就拜拜，拜拜，八八来，八八咖加一，八八蓝加一，对，多少钱？八八咖加一，八八蓝加一，来五百九，只要五百九，生气的。哎，等一下，是吗？没事，有没有算错？五百九，对，五百九，五百九，对，这个可以，这一件只要五百九，然后两个颜色有咖啡跟蓝，有咖啡跟蓝，咖啡跟蓝色、哦，然后一样是可以穿到 XL 号，是，一样是可以穿到 XL 号，这个男生可以哦，对，男生可以哦，要穿吗？好可爱哦，男生真的可以，男生你可以给他买蓝色，然后你自己买咖啡耶，咖啡耶，可以当情侣装，是哦，或者是你买一件两个一起穿也可以，五百九，五百九可以包色了，好吗 ？OK， 好，那拍照哦。我们最后一款了，各位。最后一款了，各位。谢谢。一、二、三。最后一款。后面。你最好是左，你看。往前面站一点。一、二、三。好了。OK， 那我结束了。哇。结尾了，结尾了，结尾了，谢谢，谢谢各位。咖啡后面什么图？是那个米奇骑滑板车，对，滑板车，米奇骑滑板车，对，咖啡好看。好，那下播之后呢，可以去购物车看看你的东西 对不对？如果正确的话，一定要帮我们结单哦。在线上喊的都一定要结单，包括昨天的什么，什么运动用品的，然后今天的大。